难道你跟他们真的是同党？袁家曾使朝廷侵犯，有家难回，现在好不容易等到朝廷撤销对我的缉拿，若再杀人，呸！什么有家难回？舍不得你媳妇吧？大丈夫何患无妻？你那媳妇有我妹妹漂亮吗？ 现在立刻就杀了那两个奸人，我沙狼还当你是朋友？袁家不是土匪，怎可以无端杀人？你这是在骂我吗？赶快带令妹离开寿阳，我劝你，你这蠢材！还不快走！霍元强，在那儿呢！你相信官府早晚死无葬身之地？快走队！ 是土匪彻夜放的火，是土匪进城了呀！烧了马善人家一大片房子，听说呀来了上百户人。什么？又是霍元甲！来人，把他乱棍打走！霍元甲！ 怎么又来捣乱了？知县大人念你是个疯子，不治你的罪，来啊！知县大人有令，给我打！动别动！霍元甲，你要造反吗？霍元甲的徒弟都听着，双手抱头，从屋里走出来。如有反抗，格杀勿论。 大师兄，师傅不让我们出门。大师兄，我们并没什么好怕的，我们兄弟四个杀出一条血路，走得了。大师兄说的对，我们不能坐以待毙。我听大师兄的。 嘀咕什么呢？放火的贼寇还想跑？跑得了吗？让开！快走！让开！是人的。 师傅，发生了什么事？来呀，把匪首霍元甲给我拿下！师傅，这真是要造反呢！弓箭手何在？快跑！ 我听我哥说了，你们霍家也遭遇了不幸，我们真是同病相怜，父兄遇难，全家几十口人被无端杀戮。招还是不招？ 再来！
叔叔，呸！让开！劫道的，银票留下，放你条生。明说了吧，寿阳侯典使派我来。住手！看来今天我得多宰一个，回去找侯典使要赏钱了。他派你来劫道的。是啊是啊，大侠，你饶了我吧，我本不想来的，可是侯典使他抓了我八旬老母。滚吧。是，谢谢。胡六啊，是我。小心。走山路。典使大人，山路可不好走啊。我要的是快。囚车里是要犯，在此知县大人有令，让我星夜兼程，火速赶到。把银票交出来吧。去。请霍大侠过目。快走，大人让你走哪儿就走哪儿。是是是。不好，土匪劫囚车，赶紧迎！有人劫囚车，快！快快来救我们！走走走走，砍了他们的脑袋！去！救命啊！师傅。兄弟们，
来个捣乱的，杀他，一起杀了他。你们快去杀了囚车里的，别管，撤！师傅，你帮我打开，我把那个姓侯的追回来。我敢打赌，他的心肝肺全是黑的。追上那个姓侯的，我非给他来个开膛破肚。谁也不准去，就不能随便杀人。如果想要一辈子清白，你是不知道他是怎么折磨我们的。我杀他100回都难解心头之恨。你们可否还记得，咱家门上写的是什么字？忍，忍，我是忍无可忍了。那也得忍。你们在这里等着观差，哪儿也不准去。霍云甲，多谢沙氏兄妹出手相救。都捆上了，就交给你吧。昨日袁甲出言不逊，还请沙兄弟原谅。我要是真的小心眼儿，早就不搭理沙兄弟。谢谢你啊，沙姑娘。你我要做这辈子最好的兄弟。要谢也是我谢，我以后再也不逞强教你功夫了。刚才要不是沙姑娘，我就身首异处了。不是花钱秀腿。